下面介绍一下压制压机的调节方法。首先呢，把这些挡板，后面的挡板还有这个压头这些螺丝都调松，然后把下模具放在下面，模具放好，把模具放在合适的位置，把上面的压头压下来，然后摇晃一下压头，让上面压头这个上面的平面和模具上面的平面紧密的接触在一起，然后将这两颗螺丝打紧。将上面这个板向下压，压下来，然后将四颗螺丝打紧，轻轻的接触到下面这个板就可以了。然后再将中间这两颗螺丝打紧，中间这两个螺丝打紧以后，外面那个四个螺丝自然而然就打紧了，现在上面就已经装好了，它也是很平的。然后将两边这个固定的条把它固定好位置，在后面的这个感应器你打紧，好，这样的话这个支架机就已经调好了，而且现在这个支架机的模具是很精准的。